Hello， 今天我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然后我刚就从楼上下来，然后想溜溜弯、跑跑步啥的。哇，这是洒水车吗？现在天气已经真的变得很舒适了。我来北京这几天，就真的感觉比山东还有比象山凉快太多。哦，不对，跟山西差不多，比山西稍微热一点。然后其实现在还下一点小雨，不过还挺舒服的。就我还蛮享受每天有这种自己跑步的、自己走走的机会的。就没有人。就可以听听音乐，然后放松。现在这个点儿在外面的也就只有刚刚的洒水车，还有外卖员，还有出租车司机，还有我。这也算北京的秋天吗？算初秋吧，应该真的还挺舒服的。过几天应该树叶都黄了吧，不过应该也不在北京了。下雨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觉得夜跑这个习惯真的是从大学就延续下来的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习惯的，不仅还可以减肥，还可以散散心。我感觉雨有点下大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然后洗洗睡了，明天还有工作呢。我到家了，我先去换个衣服，然后就去洗漱了。刚换好衣服了，我先卸妆。今天带妆带了一天。说到护肤，我其实就比较注重的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补水，因为我觉得脸上缺水之后，水油平衡就很容易导致长痘痘啊，然后闭口啊、粉刺啊，就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。还有一个就是美白，因为俗话说得好，一白遮百丑嘛。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怕麻烦的人，所以我在那个护肤上就没有什么。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就还挺简单的。我觉得我的护肤还挺简单的。好，来开始洗脸吧，应该洗干净了，贼干净。我先用洗面奶洗。大家不要选我啊，我太理工男，太粗鲁。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脸好一些，就轻一点。我以前卸妆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看我，你是有劲没处使吗？然后当时不会用卸妆棉，我就拿那个卸妆棉加上卸妆那个卸妆水，然后在脸上使劲的擦，我生怕卸不干净，然后把脸都擦红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卸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还会带一些这种很小的那种擦脸巾，就平时出门啊、出差啊，就会比较方便，就不用带很多东西，还挺实用。天哪，我这个头发，就这样吧，干净了。接下来就开始我简单的护肤了。然后我首先会用一下这个，就娇艳诗的精华水，先用两次，因为我皮肤比较干嘛，所以我就补水补的还挺多的。而用之前我要先揉开，然后再拍脸上。
哦，并且我的皮肤还会很敏感，这个敏感剂可以用。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，是可以改善皮肤粗糙还有皮泛疹，因为我每天早出晚归不规律，所以皮肤问题有还是不少的。我要等它完全，吸收完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，拆掉了。美白啊，是真的还得靠美白精华，不仅仅是要靠防晒。不过我用了挺多美白精华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它比较好用，是娇韵诗的光芒小瓷瓶。当当当当，它的盖子还挺奇特的。它的质地是那种很就流动性很强的乳液质地，你看，为记忆泵放在手心。这个精华它，我感觉跟其他精华不一样的是，它特别保湿，并且很好吸收。我第一次关注到它的时候，是看到了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细胞蛋白的科技。我作为理工男，我就很，当然一看就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就去查了查。它这个是通过小瓷瓶里面的很多成分就可以给细胞注氧，从而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，然后可以使细胞内的黑色素快速的排出，所以它就会让人很变白，真的很有用。我已经用了不少，你应该也白了不少，对，也白了不少。并且它还就比较好闻，就是那种很淡淡的清香，也应该对白了不少。而且我最近在，就是最近可能有一些有的时候工作会比较多的时候，熬大夜睡得少是很经常出现的状况，所以我的皮肤会暗沉，然后会长痘痘很多。这个精华跟其他精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抗炎，对于改善痘痘跟痘印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因为我前天长了个痘痘，现在已经平下去了。平下去之后就好办了，平下去之后遮就能遮住了，但是如果是不平下去就很难遮，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打光的下正好能看到那个这个地方高出来一点点，所以就可能会很明显，并且这个对于痘印的修复效果也是很有效，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白。好了，今天的护肤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明天还有工作，现在就去休息了，拜拜。